所以老朋友仇建平呢，他说叫我来看看一下，他说有一些床褥，我说哦，我说我家的床刚刚已经买好了，他说你来试试看一下，那我来了就试试看，我觉得哎不错，那我就想说嗯，可能呢我这边你床已经买了，可是我可能小孩那边也许会合适，对，志强，志才，你好，志强，志才，对，他就跟我的情况是一样啊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也是这样建平介绍的吗？啊，就是，就来看看一下这个，我基本上呢，我结婚已经30多年，所以大床我们已经有了，而且很舒服的一张，是，然后现在是小孩子不断的长大，是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寻找一个更舒服的床，以前的床小小嘛，现在都长大，所以刚好可以换床，而且这个是蛮软的，蛮软，是蛮舒服的，对呀对呀。好了，是 OK 啊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待会儿见。啊，这张床呢叫做 My King， 躺在上面的感觉呢，觉得自己像 Queen 皇后一样。还有啊，它的重点就是，你看，它这个床垫，我觉得是软硬适中，很舒服。它的厚度我非常的喜欢，所以呢，当你躺在上面的时候，有一种哦，被包围的感觉。嗯，好，先睡一睡。My President, treasure your dream. Hotel Mattress at factory price. Order now and get it today.